的穿搭都展示出来。这个穿搭呢，我从早上拍到了晚上，无论是这个显胖的穿搭啊，还是这个显瘦的穿搭，他们都是同一个角度拍摄的啊，妹妹。所以呢，就不要去杠啊，你显瘦是因为你找角度啊，但是我呢，显胖啊，也胖在这么一个角度上啊，他们所有的拍摄角度，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是一样的。有所不同的啊，可能是这个从早到晚啊，这个光线强弱呢，会有一点点这样小小的变化。在我啊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妈妈呢曾经告诉过我说，这个胖胖的女生啊，要穿这种宽松的衣服才比较显瘦。所以呢，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个宽松的卫衣和这个宽松的裤子，结果穿出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后来呢啊，我妈又和我说黑色比较显瘦，于是呢我就换了这条黑色的这个裤子，效果呢虽然比刚才那条要好一点点啊，但是也差不多。但是实际上我看到的这个模特图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模特小姐姐啊真的是绝了，这个身材啊也不是显瘦啊，可能是因为瘦所以才显瘦。后来呢，学姐向我传授是个微胖女孩穿搭的经验，告诉我上身一定要配这种短上衣，下身呢可以搭条这种长裙，长裙呢啊推荐我买了这个百褶裙。后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上身太宽松了，于是呢我去换了一件这个短上衣，看起来效果依然是显得比较虎背熊腰，包括这个百褶裙衬得我这个胯很宽，所以最后呢我又去换了一条这样宽松的裤子。整体上来说可能会比前两件稍微显瘦一点啊，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种如果你有这个运动需求的话，这个裤子还是值得推荐的。后来呢，当我学会了看这个博主的穿搭视频，我从众多博主啊当中种草了这么两件明星单品，也就是这种短衬衫上衣啊和这个到脚踝处的这个包臀的这种裙子。因为这两件衣服在我看起来啊都是特别显瘦的，当然这种搭配是完全错误的啊，大家不要学我。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看起来比较显瘦的这个单品搭在一起呢，也要去考虑它到底适不适配啊。如果不适配的话，搭起来不仅会非常奇怪，也并不怎么显瘦，反而会暴露你的一些缺点。现在呢，我形成了我自己的这个审美，所以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认为比较显瘦的这种穿搭。首先呢，我认为这个旗袍是非常适合这个微胖女生去穿的，包括我身上的这件。感觉呢，我现在像做这个毕业论文答辩啊，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身上这件呢，它把肩稍微加宽了一下，然后有一个露锁骨的设计，给别人看到的是你可能就是最瘦的地方，包括它的这个裙长是到脚踝的，每个人身上最细的地方。应该就是它的脚踝，无论你的骨架大还是骨架小，你身上最细的地方就是你的这个脚踝和这个手腕，所以露出你最细的地方，别人就会认为你瘦。但是世界上没有很完美的单品，这件衣服呢，虽然呢会显得你这个凹凸有致，当然凸的地方也会给你突出，就是侧面会比较显小肚子。当然可以通过我们搭一个这样的西装外套去掩饰这样一个缺点，但是这件衣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加了一点肩宽，所以肩宽的女生可能不太适合这件衣服。除了肩宽的女生，对大部分女生只要是可以穿得上这种改良式旗袍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这一类型的衣服。然后这一身呢，我觉得适合微胖且梨形身材的女生，尤其是和胯比较宽的女生，因为它的这个腰线呢不是在你原来的那个腰上，它是在你胸以下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是人体堆积脂肪堆积的最少的地方，也就是你的整个上半身可能是最瘦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就是形成了你的一个这样的假腰，然后下面呢又是这种 A 字形的叠穿的这种版型，不会显你的这个腿的粗细，然后同时也有一点点这样的设计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是比较适合梨形身材的女生的。当我呢把这个外套脱掉，换上了这个短的卫衣，结果呢整个人啊像重了20斤一样。这个里面呢我没有往裙子里面加任何的衣服或者上衣里面啊添加任何的这种佐料，单纯的只是把这个外套换成了这个卫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穿衣服呢一定要松紧结合，就不能上松下松，一定要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腰线。如果呢我只是单纯的给大家展示我的这种近景片段，大家肯定会种草这件衣服，会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会显得颈肩线条也非常的美。当然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优点，但是如果远看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会显得你整个人都特别的圆。那这种衣服的搭配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婉婉风。婉婉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搭配衣服的女孩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衣服虽然显得你圆，但是它的侧面并不会显得你很胖，但是正面呢就会显得你整个人变得很宽很壮，但是
比例，还是说可以给你调节的非常好的，可以显你高。那么我们怎么去保留它这个显高并且侧面显瘦而且颈肩线条好看这么一个优点呢？这个上衣我还特别喜欢，所以一下买了三件，现在呢非常的后悔。然后呢我搭配了一个收腰的小西装，这个西装的这个长度呢能够正好遮住我的这个胯，同时呢它又有一定的这种收腰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我的这个腰线就是在我的这个裤长，就是裤子提到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还是特别喜欢这种设计的。然后它那个领也是 V 领，也不会显得肩特别的宽，因为这个肩线然后做的也不是很明显，然后也没有加肩垫，所以像这种小西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就是只要一搭，这样一来这种显高侧面显瘦，然后以及显得这个锁骨肩颈线条好看这些要素都给它保留了，那么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成功和显瘦的这样的一个穿搭。这两件西装就是颜色不一样，款式相同，所以就不加赘述了。之后呢我再给大家举一个这种反面的教材，也就是我找了一件我以前买的这种直筒的没有收腰的，而且肩上加了肩垫的这种西装，它并没有很好的这种修饰作用。我在剪这个视频的时候有重感冒，现在头还昏昏沉沉的，所以呢接下来我就不配音了，但是这个视频呢它的那个每一件的这个穿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后面我都会标注。如果觉得这个视频的速度比较慢的同学，觉得我的这个穿搭展示时间太长的同学呢，可以稍微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可以点击那个右上角什么调成二倍速都可以。然后呢如果想看那种正侧面的，你们可以在看到侧面的时候点击暂停。这次几乎所有的衣服都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侧面以及背面，然后整个视频也没有做其他的一些更改，因为包括字幕加的也比较粗糙，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但是这次视频呢是我认认真真的，我花了将近八九千块钱买了特别多的衣服，然后结果其实90%都踩雷了，只留下10%。视频里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自己买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就是慢慢的看下去，就是这样。好，拜拜。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See it all in my head. Castle in the air, it's all mine. It's alright. People talk, go ahead.
Some say that I'm insane to go for the gold, but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Talk your shit while I get rich and never gets old, cause someday soon you will discover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famous. When I Tell I wish you were